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Valve Channel， 我是 Kevin， 今天要介绍这把琴是 E2 的 N27NT。看完刚刚的示范呢，那我们就来介绍这把琴吧。这把琴有三大保证：保证烧包，保证不粘手，保证给你满满的 gain。这款 N2 的涂装都是比较单调的单色系为主，那这把就不同啦，它是紫色渐层，配上 Buck Iceberg Maple， 所以外观非常的华丽，非常的烧包。然后它是买 Hagen 的 body， 配上三 piece 的 Maple neck， 还有 Goto 的锁定式 tuner。让你可以很轻松的换弦跟调音。那第二个保证就是它不粘手，这把琴都是亮面的烤漆，但是它的 neck 是故意做成雾面的，所以在长时间的弹奏下，就算你有非常多支的手汗，也不用担心会有粘手问题。那最后啊，就是这把琴上面直接就是搭配英国手工拾音器品牌 Very Knuckle Picard 的 Wall Pick， 它虽然是被动式的拾音器，但是出力却是超级大，就是那种不用钱狂喷的那种，所以喜欢更好更满的朋友呢，这把绝对可以满足你。那说了那么多，这把琴到底适不适合自己，当然还是要亲自试弹过后才知道。所以想要看实琴跟试弹的朋友呢，都可以跟台湾的代理商海国乐去询问哦。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啦。